大家好，来信问答环节又来了，让我们来看看这次的问题吧。来信提问：冥兽死了会报素材，那民族人死了会报素材吗 ？Oh my god， 好厉害的问题！不过我失忆了。吉红，你觉得呢？这个嘛，弟弟啊，冥兽死了会报素材，那我们民族人去世了会报出素材吗？天哪，女儿叫我爹爹，快来，爹爹给你买了新衣服，试一下。家长啊，民族人去世后真的会报素材吗？感觉这个问题说出来就失去了功德。会的哦，得道高僧甚至能报出舍利子哦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我们不如杀一个看看。不要啊，人被杀是会死的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会做那种事？如果民族人死后会变成素材，那么墓地里埋葬的一定也是素材吧？好大的素材库啊！先掘谁的祖坟合适呢？好，让我们回到演播间，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。顾名思义，民族人的洗澡水会变成茶吗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呵，茉莉，茉莉站住！再往前就是门卫了。茉莉！冷静一点！